好，球迷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午安，感谢您呢持续锁定 Eleven Sports 为大家送上来的现场转播啊，来到了南半球，也就是非常知名的旅游景点呐、啊，澳洲。在这边呢，继续要来进行的是大洋洲最高等级的澳洲公开赛的桌球赛事。大家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呢，是要由我陈雄威以及球评王李忠义两人呢一起为大家来做服务。球评您好，主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我们在从早上八点开始啊，就一连进行了四场比赛。那在接着中午的这一个时段呢，从现在这个时间十二点半开始，预计会到四点半钟，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另外四场精彩的这个女单和男单的一个赛事啊。所以呢，欢迎的所有喜爱桌球运动的这个朋友呢，要持续的一个锁定。那当然，我们在表定这一个时间马上要登场的呢，是女子单打的八强。那当然，画面上呢，先进场的这位选手呢，是来自中国的陈梦。这个呢，在今年呢 ，Eleven 体育家族呢开始转播 ITTF 的这个巡回赛以来呢，这个也不止一次的在镜头上面看到他。这也是中国呢非常重点的一位，算是明星等级的一个球员。但是反而他的对手张强，这个也是待会我们在转播的时候呢，会再好好的来介绍，在这一个女单的组合里面，再一次又上演了所谓的中国内战。对。那在今天呢，除了两场女单的赛事之后呢，接下来也会跟着呢再来两场所谓男单八强的一个比赛。然后下午的场次结束之后呢，预计四点半还会继续送上来这个第三天赛程的最后四场一个比赛，然后就要决定出来明天的冠军决赛，四个项目的这个冠军决赛。那当然都会这个对战组合呢都会在 Eleven Sports 体育家族呢为大家送上，也欢迎呢大家按时的一个锁定啊。好，那我们可以看到陈梦呢，其实呢在女子单打今年的这个成绩啊是非常的一个出色啊。对。所以我们高化过去前面几站的一个表现呢都可以看到。那当然他在现在的这个排名，不过其实因为我相信熟悉女子撞球都知道，中国当然因为一姐跟二姐在这项赛事并没有参加，所以是由三姐朱雨玲来领军呐、啊。那当然，朱雨玲呢在稍早呢也是4-0的一个成绩，轻松的一个过关呐、啊。那所以在女子中国的一个代表队呢没有缺席的一个情况下呢，现在非常有可能呐、啊，就是看起来有是不是又可以来一个通包四强通包，就要看我们接下来转播的这两场比赛。好，这个今天这场比赛的裁判 Anthony Jeffries 来担任，那也就是澳洲籍地主的裁判。不过因为我们先前包括世锦赛啊，还有中国公开赛啊，韩国公开赛等等的、啊、都已经有看到陈梦基本上每一个赛事打进前四强好像理所当然，不过他就是冲不上去。这一个或许他自己，可是他参加的这个比赛的一个场次感觉上还蛮频繁的、哦、对，像在今年他在国际赛上的表现算是也是相当的不错、嗯、但是可惜到了四强啊或是在冠亚军上面都还是输给自己中国队员哦。对，我想这一点对他来说啊应该也会还蛮头大的。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世界排名呢就是高居第四，那前三很好认啊，因为这个第四的话是代表他把应该是把新加坡的一姐冯天薇给拉了下来，因为前三应该还是就是丁宁、刘诗雯跟朱芳、朱雨玲啊。这样，因为毕竟有些赛事或像世锦赛啊，或者是运动会之类的高级赛事、嗯，每个国家可能派出的队员不一样，人数有限，嗯，所以可能虽然中国队有些选手他的实力算是非常的高超，嗯，但是可能比赛参加的少的情况下。然后世界排名就可能没办法说占据的前面非常的久啊。好，那这边看到的是陈梦的对手呢是23岁的张强，蔷薇的蔷。那张强呢可以看到大会上并没有名列种子，然后在世界排名也没有在其中，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竞争其实太大了，他并不会，他也知道，就包括有些刚刚球评提到名额的一个限制，还有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这个成绩，他也没有办法参赛，所以像澳洲公开赛对他们来说会是少数他们会选择去挑战的一个国际赛事。
对，因为现在不管说是在日本、韩国啊，甚至现在中国，他们都会尽量说在名额限制内，然后拉出一两个去锻炼年轻选手啊，甚至该锻炼的一些新秀。对，所以像在日本，然后上一站的中国站，甚至这一站澳洲，然后中国队都不断的就是会派出一些不一样的人去尽量去磨练锻炼他们啊。好，当然陈梦呢，我们在先前的转播啊也会介绍，对他来说最大的噱头啊，就是他其实在中国的桌坛这个知名度一开始就还蛮大，因为打着这个黄晓明表妹的这个招牌啊，真的很好用啊。因为他哥真的，他哥他表哥跟他表嫂现在真的是太红了，所以相对那当然他也是有缴出成绩的，因为毕竟我们也知道在中国桌球这种是世界第一霸权的国家，这种重点项目，你要待在国家一队，就代表你一定是非常突出的实力，已经是够厉害的啦。我相信他在今年真的几乎每一项这个赛事都是被挡在四强，因为都没有办法过他前面三位前这个竞争对手的同胞的这一关，他自己可能也会有一点点。不知道啊，这个打球不知道会不会有点说哇怎么办？我他一定会很想要突破。对。那在澳洲公开赛，我们刚刚讲到一姐跟二姐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对陈梦来说，相对的或许是让他的履历表穿金戴银的一个最好的机会了。好，这场比赛正式开始，陈梦呢一开始就连拿了两分。像在双方的打法上的比较明显的不同的是在于陈梦他在反手位的力量上还有速度上都是比较于突出的。嗯哼，好，但是陈梦的这个对手张强啊，他其实在资格赛的时候呢有碰上我们台湾的女将陈思雨啊，那个时候是4-0打败了我们的陈思雨，那也算是就是比蛮出乎意料之外的，因为桌球比赛本来就很难说，但是你能够直落四，代表啊可能包括我们的这一批选手，或许可能本季太疲累也有可能，或者是在整个训练上或者是技术上真的都还需要再提升啊。因为毕竟这阵子可能赛事比较多，国际赛事不断接连在参赛啊，也许在身体上的有。也确实也累积了不少的疲累，对，然后也是可能也有点缺乏一些系统的训练，也都是有点关系的。所以比较可惜的就是在澳洲公开赛这一届的赛事里面，我们的这个选手们几乎已经全部都在第一轮之前就止步了，这个是比较可惜。但是唯一的例外，而且这个一例外就不得了，厉害到冠军赛了，就是我们的陈建安和江宏杰这个组 组合。哦，这个会要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在明天的决赛一定要锁定啊。对。好，当然在张强这边，这个或许待会我们也可以再请球评呢、啊。在针对这个生态的这个部分来做分析，我指的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握拍，对，好，这个已经是这个在查相关资料，你就已经有看到说，这大概已经是这比濒临绝种的稀有动物还要稀少啦。对，因为他是直拍嘛，按照年纪刚开赛前按照年纪官方的年纪上面显示，其实他跟陈梦的年纪是差不多的，也代表说他们可能在那个也是同一个世代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打法上确实就是可能上面的老大哥啊，就是比较突出的选手就是像王浩，然后他可能那时候还是比较流行啊，甚至在握拍的关系还是在直拍上寻求突破，还有选择直拍打法的方式，可是现在因为打法的改变，甚至一些器材的改变，所以现在导致说这种直拍横打的握拍方式就比较少见了。嗯。啊，不过在第一局的这个比赛呢，两位中国的选手呢算是形成了拉锯，而且我们刚刚讲的手握直拍的稀有动物啊，张强现在反而是逆转取得的两分领先啊，这边这个发球出现了这种比较大的一点状况。
像前面提到说，像陈梦他的打法特点是比较属于反手上的质量力道比较强，然后因为张强他握拍的关系，他用手指的力量可以用的比较顺手，所以他在可能在前三板的控制，甚至在短球接发球的一些处理上，会来的比陈梦还要来精细一点。所以我们问请教球皮师，但到底直拍跟横拍差别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因为像我这种90年代之前呢、啊，非常早，因为在我非常小的时候看的那些名将，大概我们打在台湾打桌球启蒙都是握直拍，都是像你这样握。然后后来间突然间所谓的刀板横拍开始出来之后，就没有人在用直拍了。那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因为直拍它握法，所以握法的关系，所以它比较很容易轻易的用到手指头的力量，所以可能在短球上的处理跟决定性正手那一下的发力会比较容易用得上手指的力量。可是在于因为现在打法强调要全面化，就要全面五十角进攻的情况下，就要打法全面，所以可能直拍它在反手位这项，在反手位这一关可能就是比较容易被对方限制住的一项技术，对。好，不过在刚刚陈梦呢连续的攻势啊，现在又把领先给要回来，而且在首局啊也拿到了局末点，有三次的局末点的机会。要重新来发球，黑色球衣的就是张强。好，这一个又是一个反手啊，所以让张强呢没有办法去回击，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比数呢是11-7。那我们也先请大家稍后片刻。好，在澳洲公开赛女子单打八强的一个赛事呢，陈梦和同胞的对手张强要来争取四强的一个门票。在稍早呢，我们的转播呢已经看到，包括朱雨玲在内呢，也两位中国的选手呢都是用秋风扫落叶的一个成绩啊，顺利的晋级到了四强。那到底会不会又是红通通中国同胞呢？这两场比赛呢就可以来观察。除了现在陈梦和张强的一个交战之外，待会呢还会为大家送上来是由顾玉婷要面对在本届赛事算是大惊奇的日本女将织田沙纪。像今天陈梦在于反手发力直线这个位置上，从第一局到现在已经连续利用这项技术得了很多分数哦，所以张强可能要在前三板啊，甚至自己进攻的时候还要更强势一点，不要让陈梦那么顺利能够用反手去做个发力进攻哦。所以才讲完，还是直接发球，就让这个陈梦呢反手继续发力的一个回击呀、啊。对，因为他确实是因为握拍的限制哦，所以反手这一下确实要跟横拍硬碰硬是没那么容易的，所以他可能要在发球的落点上，甚至在战术的搭配上要做一些改变，避免直接形成上旋反手位的对抗哦。那如果像球评刚刚有提到说，这样子直拍的握法可能在短球的处理上会比较占容易，或者是不能说容易，就占优势一点。那会不会他发短一点，尽量用短球来跟陈梦来对，会看能不能够把战局给搬回来？他就看可不可以先从前三板打起哦。就没有必要说可以拧起来，然后把自己的弱项碰到对方的强项，可以可以打一些从下旋球甚至前三板前后控制去做起哦。哇，不过这个陈梦的这个反手加压的这种方式，张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破解之道，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啊。
那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的这个力道真的就感觉就有差别，因为他们也都算是非常高水平的选手，所以你要等对方自己失误也算是比较难的，所以只好自己去想办法去限制对方，甚至为自己创造得分的机会。嗯，好球，不过这一个是陈梦自己接这个发球并没有处理好，把这个角度给调高了，让刚刚张强有一个进攻的机会，对，可以扣的一个机会。不过张强呢真的刚刚有提过啊，因为在女子一队的这个球员里面球后如云啊，竞争激烈，他可能自己也知道，所以他过去这个比赛的重心都是放在中国自己的超级联赛里面。那当然他的这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就是让他评估，就是他说他这样直拍就力量比较没有办法像陈梦我们刚刚看到都这么有力，所以他的这个进攻所谓要去抢到制胜分得分的这个武器就比较少一点。球，对，现在张强还是要试着从下旋球开始打起哦，嗯，就可以利用自己短球上的优势去先去限制陈梦他自己第一板上手的威力，之后再去用自己正手去做强攻哦。6-4，球。现在张强他在发球的落点上开始有做变化了，开始发到陈梦的正手的位置去，让他没办法那么顺利的用反手位去把球拧起来。所以陈梦自己这一段时间自己的失误出现的比较多的关系啊，让张强呢把第二局的分数给扳平了，还是在于反手位的相持哦。7-6，好球！现在双方到了中后段，中段啊，中后段开始就会开始慢慢可以发一些自己的得分手段的配套战术啊，甚至可以下杀手锏了、所以都看得出来，现在双方在发球的策略上，甚至站位上都开始在做改变了。对张强来说，好不容易追平的这个分数啊，连掉3分又通通还回去。现在陈梦又在第二局有了一个蛮明显的优势。哦，这个反手，不过这是完全就是自己没有处理好了。对自己张强，他在自己的短球的控制上自己出现一些问题哦，这球，所以导致陈梦有一个进发力的机会。好，第二局的局末点还是在陈梦的手上。嚯、好球啊！虽然挡了一次，但挡不了第二次，所以陈梦呢，第二局仍旧是以11-6的一个比数啊拿了下来。目前是2-0呢，暂时领先同胞的张强。再请大家稍后片刻。好，欢迎呢，再回到 Eleven 体育家族，那跟大家来报告一下画面上看到的张强，这位中国的23岁的选手啊，真的是比熊猫还要稀少啊，因为他真的是现在极少数还在使用直拍握法的女将，强调女将了啊，对，男女其实都很稀少了，对，但在女生，现在都不多了，
啊，那在相关的这个资料啊，包括啊所谓的世锦赛的这个舞台，从1995年呢到现在，你可以看到22年的一个时间，打进女单决赛的选手，22年来没有任何握直拍的，对，通通都是横板，所以就可以知道，真的，包括我们球评刚刚提到，这个是世界的潮流啦，还有真的特色。球具的一些演化的关系，球的改变的关系，让握直拍的这个选手好像越来越难发挥了。因为像如果说是男生，他跑动能力快的话，嗯、他可以全台用正手去做发力、嗯啊。可是像女生，她可能就女生来讲就力量稍微轻一点，然后步伐没办法像男生跑得那么快的情况下，然后再使用握拍这个打法是会比较吃亏的。好球！哇，精彩的对拍，这应该是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第一次出现这样子这么多远距离拉拍的情况。我最后呢，还是陈梦呢占了上风。所以在第三局呢，又连拿了三分。在目前的这个桌球的舞台上啊，除了张强之外，根据中国那边的这种说法，比较念得出就是排名比较高的，要包括现在已经转籍到德国的单小娜，还有在荷兰发展的代表荷兰出赛的李角啊，这些当然都是过去中国籍的球员啊，就是极少数你还念得出，就是他算是蛮有成绩的握直拍的女将。对，要再重发。现在看得出来，张强在发球上开始在旋转上有开始做改变，开始慢慢的从下旋球开始发了，就尽量避免直接争取上旋球的对抗了。不过可以看到，即便来到了第三局，在张强这边似乎还是几乎整场都还是居于劣势的，就他好像还没有领先过。像剛剛最好就是追平。对，像刚刚上一分虽然是张强他拿下，可是感觉陈梦他出手完的时候，已经在出手完的下意识的情况下，已经在某个位置都在等住张强他回球的线路哦。嗯。所以虽然张强他是可能会取得一两分啊，或甚至是得分的时候，但是感觉他得分感觉都并不是说自己非常占优势的在得分啊。发，哇，好球！拿到了第三分，5-3。球，这球虽然自己是被动的情况下，张强先拉上手，还可以用反手强行做反攻啊，可见他今天对于他自己的反手特点是非常具有自信的。球，好，所以这种连续掉分的情况还是没有办法修正的。虽然有几颗球瞬间反手的反拍的加压，感觉还蛮有力的，不过陈梦都有办法有效的回击啊。
球，虽然自己第一下发球出现失误发出台的情况下，下一板马上做一个直线的反攻哦，弥补了他第一下发球失误的对缺失哦。自己的反拍呢没有过，所以张强呢追了一分，8-4。我真的整体上感觉上要掌控这个击球的位置跟距离，张强在这场比赛好像真的好像被压制住的。对，因为他的某项技术被对方压制住的情况下，就是完全没办法摆脱的时候，感觉就是感觉任何技术都有点打不开哦，打不太透。就感觉对，因为不管是怎么打起来，上旋球开始打或者下旋球开始打起，但是到最后还是围绕到他的反手位箱子去的时候。还是没办法摆脱，对，就像这又是再一次的一个例子啊，所以就是没辙，而且有几次这种，你会感觉对他们来说应该是至少你可以要回击到对方的这种桌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球，他也出现失误，哇，中台，包括这样子，好，所以呢，在这一局呢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感觉张强现在是有一点气力放尽了，对陈梦来说是连拿了3局啊，3-0领先了。我们稍后。好，这一场女单的8强赛事呢，目前看起来陈梦呢是占了绝对有利的一个位置啊，因为只要现在第4局拿下来呢，就可以轻松的过关。那如果呢真的又是4-0的话，那就在今年的澳洲公开赛8强就搞不好又是一个另类的记录，就是因为8强嘛，一共4场比赛嘛，对，前3场都会是4-0，就是。先前我们刚刚提过，王曼玉呢跟朱雨玲呢都是4-0打败对手。哇，好球！真的就是破不了反手的这个位置。最主要是今天陈梦在正手的进攻直线这一下，也都是进攻的非常的漂亮啊。嗯哼。一方面今天陈梦能够打得这么顺手，一方面也是张强他在回击的时候，他的线路都是算非常的固定，所以都已经被陈梦预先抓住了，基本上就是以2条斜线，就是反手就给斜线，然后正手在发力的时候也是给陈梦的斜线位置，所以即使你力量再大，你的回击被对方提前预判住的时候，也是对方还是能够强行把你反攻回来的哦。好，那当然在第4局这个时候呢，张强是选择喊一个暂停啊，因为这个不喊大概也就不用喊了啦，那不如就用喝口水喘口气也好。不过以整体的这个实力来说，果然就一如赛前所预期的，因为真的虽然我们在桌球场上常常说球是圆的，不过你真的要遇到这种爆冷门的一种情况，说真的，相对上来感觉上来说，几率会比较小。那陈梦呢？我们刚刚也提过，在今年他真的算是蛮勤劳的，感觉上所有的赛事只要有比赛，他都有，都会报名参加。当然，这个跟我们在先前转播包括世锦赛在内时候所提到啊，大家不要觉得说每一个都参加说代表哇有这么辛苦吗，一定要为了赚奖金这么累，不是，是我相信对他们来说，特别像陈梦这个层级的
刚刚提过，他就一直想要往上爬。如果他没有办法爬上去的话，对，他就永远都是第四或第五。那奥运可能也比不了，世锦赛可能 也比不了，可能也会被替换掉。就是就会卡在中间这个层级，对他来说他也会有压力啊。就卡在要上不上、要下不下位置都是比较尴尬的哦。嗯，这个同样的情况，我们在先前讲到大忙许熙的时候也就有提过，就是有一个同期的马龙挡在前面，他没有办法当球王。那他现在后面又有樊振东这个下一赛的，对，已经要取代了，因为他真的就是太强了。那我们就会说许熙的这个角色就会蛮尴尬的，就是上不去，但是后面还要有可能要被拉下来。对，因为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他们那个竞争是有多么激烈的。哦，还是一样，虽然感觉有一点点要用出其不意的发一个长球，但是陈梦的一个反手瞬间就破了。今天在这场对阵当中，陈梦他在意识上甚至在思考上的心思的功夫花的看起来比张强还要来的 用功夫一点哦。感觉张强就感觉只是球来就打，就这样直接出手，然后没有顾虑到他的节奏变化跟甚至线路上的变化，然后就但是陈梦抓到他这一点，所以都能够提前去做预判，去抓住他的线路，然后去抓住他节奏，然后去做一个反攻，甚至做一个加力的动作。所以张强要拿分数啊，就必须要靠陈梦这种挂网的这种失误，自己出现的失误才有办法。不断的反手，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拼得赢陈梦。有这球硬着头皮，硬是拼个直线了。嗯，对，这球硬着头皮变了个直线。6-4，张强来发球。再发一次。哇，突然间那个想要用正拍，不过挂网。7-4。如果说我们在比赛中也遇到类似张强这个问题，就是反手位，就是完全被围绕住反手位这个漏洞在打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不要跟人家硬干，然后可以有时候可以说做一些中路反手，就是从弱点上去做功夫去做改变，甚至上也可以在力道上啊节奏上去做改变，就有时候可以刻意放慢，然后再加速，然后甚至说放慢的时候要去给到中路位置啊，然后加速的时候要去给到哪个位置，可以从节奏跟落点上去做改变哦。可是今天张强可能采用的策略就是在斜线位置同样落点去想说去硬拼，所以今天一直占不太到优势，甚至一直去突破不了今天这个反手被局限住的一个窘境哦。好像非常的容易啊，这一个反手拿到分数之后呢，赛末点出现了，整个过程呢基本上都没有遇到太大的一个抵抗，陈梦基本上这场比赛已经是胜利入袋了，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好，的确 delay 了一下，10-6。
哦，再 delay 了一下，10-7，连追了两分回来，不过仍旧还是有三个赛末点。好，这就没打准了啦。对，接下来张强在防守的时候有意识的稍微加了一点旋转哦。哇哇，连掉三分啊，10-8。哦，现在换陈梦在这个时候申请要喊一个暂停啊。对，这种感觉就是也不想夜长梦多啊。对，就他发现这样子连掉三分好像也不太对，所以就干脆喊个暂停。对，像到中段中后段的时候，陈梦他可能他在接发球的时候都用正手去做劈长掰短的动作，嗯，然后现在可能会主动再去把球拧起来，主动形成上旋球去做强势的进攻了。我真的陈梦在比赛的过程中啊，就每一场比赛都可以看到常常这种若有所思的这种样子啊，是代表他一直不断的想要在思考。那因为我们先前转播大概都是比较包括说四强准决赛或者是决赛的比赛，那时候看到陈梦，所以我会替他觉得比较可惜，就是他包括他对上朱雨玲的时候，你都是有机会赢的，他甚至在比赛的局与局中间大部分都是先取得领先，可是就是守不住，对，让对方就是不断的逆转。那今天这场比赛他是可以顺利的一个过关啊，暂停回来10-8，从10-5变成10-8，还是有两次的赛末点。哇！哦，再见失误，这个暂停喊的真的还蛮有效的、啊，这也比较稍微罕见一点啊。喊完暂停，张强自己的一个发球呢出现了再见失误啊，让这场比赛呢最终就是以4-0的一个比数啊。陈梦是用横扫的方式打败了张强，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play， 就是没有过网啊，自己也很无奈，不过也知道这场比赛要逆转是不太容易的啦。对，所以针对这场比赛的赛况，快速的请我们的蒋平来说明一下吧。对，最主要这场比赛胜负的关键主要是陈梦他有效的利用他自己反手的特点，然后再把整个技战术体系去体现出，再把对方围绕住对方的反手漏洞，然后体现自己的反手的力量的优势哦。好，所以恭喜陈梦，那我们也先请大家呢稍后片刻，待会再来欣赏第二场的比赛，我们稍后再回到 Eleven Sports。